位觀眾大家好，我是香港的 driver 阿樹，今天現在在上海的浦東區，我們亞太漂移公開賽2008第二站，看到我後面的戰車嗎？中國製的豐田 Mark S， 今天的比賽成績差不多了，現在暫時是排第13，等一下就會對上你們馬來西亞的肥仔，所以呢等一下會有一場很精彩的比賽了。我呢架车而家暂时原装啦，咁啊仲系自动波嘅添，咁啊但系其实咧我本嚟自己揸 Sylvia 嘅，咁揸呢啲 Sylvia 玩 drift 已经有揸咗10年噶啦，咁啊而家你见到其他都系我啲学生嚟嘅，咁我专长都系改装车。咁我介绍下我部车啦，咁我部车咧其实系一部原装车嚟嘅啫，因为咧啱啱买咗翻嚟就冇几耐，咁咧仲系自动波嘅 ，sequential 啊。咁呢部車咧本嚟係 foot brake 㗎啦，咁我將佢改咗做個 hand brake， 咁然之後就冇啦。動力方面咧，可以睇睇前面。可能重型嘅改裝。走啊！咁啊，翻咗嚟之後咧，就淨係加翻個 rockage 啦。記住咧，一定要安全啊嘛！如果車反咗嘅話咧，要保護個頭啊。仲有 bucket seat 同埋 4-point seat belt、steering wheel 平唔多啦，冇噶啦。記住啊，擺個滅火筒喺個車度喎。如果萬一火警嘅話咧，可以自己救翻啊嘛。記住喎，平時喺街度揸車就要小心啲，唔好亂咁揸，亂咁 drift 啦。要 drift 嘅話，正規咁樣學，正規參加比賽。咦？